给我的一种感觉，在中国啊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如果遇到了不幸啊这种事情，你想在中国发生是很难，同时你自己各方面都是会受到无形的打压。为什么？任何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上，是吧？他们有权有势。我气愤的是什么？因为新冠武汉爆发到目前为止有2年了，但是这个病毒的调查源头这件事情，那是不了了之的。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，怎么说，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啊。所谓的世卫的调查，就是一个怎么说，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调查。为什么很多东西他根本没看到啊？他就是匆匆忙忙发表他所谓的这种调查。我对这种调查不认可，包括我看很多广大的家属也不认可啊。所以说2周年之际，是不是？我还是呼吁所有受到新冠伤害的这些人都能站出来呼吁，要求对这个病毒的来源做一个公平、公正、真实的、独立的调查啊，给这些逝者一个交代。